金总，不要钱，给你什么都不要钱，这是圈套，他们要试探你。圈套？我们诚意会阅人为本，并不希望员工牺牲家庭来成就事业，所以一会跟我商量过，决定在你的合伙人福利里单独为你提供一些补助。你看一下，如果没问题，就签字。 因为我所列出来的条件都是构成合作的必要条件，如果他不具备签了这份协议，那他就可能犯法了。唐总，既然你们是朋友，难道不是应该坦诚相待，坐下谈更好吗？唉，如果这个人他真的把我当朋友。 金总，我有事情想跟您说。金总，不要钱，给你什么都不要钱，这是圈套，他们要试探你。圈套？你听我说，如果你钱就成诈骗犯了，金总，秦律师是一个好律师，他为你们律所付出了这么多，是你们律所规矩太过苛刻、太不公平，所以他才会。杨华，你听我说。 金总，唐总，对于我为什么隐瞒自己真实的婚姻状况，我不做任何辩解。但是有一点我想说，我们律所对于单身女律师是有玻璃屏障的。 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，唯才是举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像我这样的状况。作为我一直非常尊敬的前辈、领导，我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到我的诚意，还有歉意。 你还好意思教训我们？